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塔莎的花园。那今天的园艺小知识呢，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种子的小常识，叫包衣种子。那我眼前的这些种子呢，是矮牵牛，我把它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这个种子呢，不同于我们平时见到的种子，它看起来就像一个个黄色的小药丸啊，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买到了假种子，其实不是的。那这个呢，就叫做包衣种子。那所谓的包衣种子呢，就是在原来的种子基础上，我们外面给它穿了一层衣服。那这样做的目的呢，一是可以增大种子的体积，方便我们播种；第二个呢，就是这里面含有了一定的杀菌，还有促进种子萌发的物质，是有利于种子的发芽的。所以说呢，现在的很多小种子呢，都会采用包衣处理。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买到了假种子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小知识呢，就讲到这边。那么如果你也喜欢园艺，欢迎关注塔莎的花园。